巴黎真的很多很多次。巴黎是一个很浪漫的城市，然后我在没有来巴黎之前，其实一直对这个城市有很多的向往。这一次来巴黎，我有很多新的感受。巴黎路上的行人，他们穿着都非常的精致，当然时装周的时候，绝对是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线。来到这边参加过很多的时装周，然后也做过很多的拍摄，觉得这个城市其实它给我的也是感觉工作节奏会相对比较慢的一个城市。